北京。从2008到2022，北京再迎奥运，一段穿越时光的奥运史，一座再创辉煌的双奥城。从鸟巢到冰丝带，他再担重任。35岁到40岁是干鸟巢，50到53岁是干速滑板。从世界冠军到竞赛主任，他华丽转身。5届奥运会，20年，从7岁到36岁，他始终是我奋斗的目标。从北国冰城到冰雪奥运，他们全力以赴。真没有想过能参与到奥运会，感到自豪。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域，一座举世瞩目的新地标建筑拔地而起。李九林，国家速滑馆总工程师，他也是鸟巢的总工程师。那这上面还有绳线头子呢。作为一个工程人，我们到工地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看看工程。无论你的分析、计算、仿真再精确、再合理、再科学，你永远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历时3年多，2021年6月，国家速滑馆工程已经完成了竣工验收。另外就是，确实，我们觉得自己的整个团队的建设成果，我们也感到自豪。国家速滑馆，2022年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在这里，运动员滑行的轨迹被诠释为外立面22条动感十足的丝带。所以，它也被称为冰丝带。从高空俯瞰，场馆犹如一个巨大的网球拍，49对承重锁和30对稳定锁纵横交错，编织成锁网屋面。屋面钢索总长20410米，建设团队把它称为天幕。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层锁网结构体育馆。这么一大本子，描述了我们见到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我想，对我们来讲，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锁网。编织锁网的关键部件是高矾封闭锁，此前长期依赖进口。我们应该说，利用国家给予我们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能够呢促进国产化，能够为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吧贡献一份力量。2018年。中国生产制造的高矾封闭锁在国家速滑馆实现应用。它是绷在这个钢结构上，那这钢结构最后又跟混凝土结构连到一起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牵一发动全身的。一张长198米、宽124米的巨型锁网在安装时，空中的提升张拉随时可能会带动环横架变形。为了确保锁网张拉过程的安全性，张拉的最后阶段只能分步进行，每步张拉30毫米，同时对锁网结构的各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可谓步步惊心。我们也是在前人的肩膀上，通过优化性能参数，我们最终齐心协力，把这个事儿解决了。用柔性的锁网代替纯钢结构。这种设计的用钢量是传统屋面的1/4，用最少的材料建设大型的场馆，这也是中国绿色办奥理念的体现。制冰师宋家峰和他的伙伴刘天阳，即将开始制冰前的清扫工作。行，那就搁那块儿，搁那个门那块儿吧。对，行，那行，那前是不是？行。2020年12月，作为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的优秀制冰师，他们被选拔到北京，参与国家速滑馆治冰。我去取一下扫地车，把这个下边那个冰期给它扫起来。 冬奥会的冰场技术要求极高，制冰工作必须要在无尘的环境下进行。地板上要是有灰尘和油污，这样的冰不管是滑度啦、亮度啦，都是不合格的。清洗地板是重中之重。国家速滑馆采用全冰面设计，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赛事冰面。 为了做好制冰前的准备工作，2021年春节，宋家峰和刘天阳是在北京度过。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人留下，清理场地、垫子、绳子，前期工作咱们提前给做好吧，尽量不要耽误时间，不能给咱们国内制冰师丢脸。哎呀，小豁牙呀，你想没想爸爸？ 不想，不想了，我都好伤心呐！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好，你也新年快乐。来，姑娘，看看这个冰场好不好？往日热闹的国家速滑馆，此刻格外冷清。特别想家，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没有办法。 只能舍小家保大家。走吧，咱先走吧。王北星，曾经的速度滑冰世界冠军，如今的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速度滑冰项目竞赛主任。哦，事儿。 08年的时候，我是人在卡尔加里，很遗憾没有能够在现场。 没想到，在2022年，我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能看比赛，而且还能够作为赛事组织者参与比赛，很幸运。王北星和他的团队正在国家速滑馆进行一次模拟体验，这是为了测试运动员在馆内行走路线的合理性。之前咱们说这个墙上会贴是吧？国家速滑馆主场馆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相当于11个足球场。 只有清晰的标识与最合理的流线，才能引导运动员在第一时间抵达他的目标位置。运动员很少来这个 ISU 的区，主要是领队，所以说如果是领队这个群体的话，在国家速滑馆内，运动员、裁判员、媒体等不同群体被分区管理。按照国家疫情防控的要求，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 王北星团队需要对场馆的每一个位置都了如指掌，一遍又一遍，走一遍不懂不知道，继续走，一天走10遍。你要是一天走10遍，10天下来还是没记住，那你一天走20遍。第一决赛是跟500米和，有其他天呢？为了保证运动员的安全，王北星和他的团队严格落实所有保障措施。 哦，不是 ，no， 不是这样的。第一，需要他先评估整体的一个安全垫冲撞出去的这个情况和距离，是不是在1米之内。我是非常了解运动员需要什么，参赛队需要什么，尽可能的去实现这种高质量环境，能够为全世界的运动员提供最好的服务。 这里是位于首钢园的北京冬奥组委会。好久不见了！自从2018年担任国家速滑馆竞赛主任以来，王北星不断地往返于速滑馆和冬奥组委之间。You ar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we can use the sport equipment as we use in April. Thank you. It's a welcome unit. 场馆运行团队这边定期会向国际单项组织以及国家委会会定期的有这种汇报啊等等的。竞赛组织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竞赛这个领域里就有100多人，那么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是管理，一切从头开始学习。国奥会筹备现在已经是一个马上要大考的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疫情之下，更是要把各种工作要做到位，保障我们的赛事顺利成功的举办。 马克今天就解除隔离了，前期工作咱应该到收尾阶段了，彻底把工作完成了啊！2021年春节后，来自吉林省冬季竞技保障中心的2名制冰师也回到北京，与宋家峰、刘天阳会合。拿锁了，进！拿过那个垫子，你这边这管子先给我拿，放那顶上去吧。反正你就尽量控制一下，你们人就别上来下不了了啊！制冰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他们正在等待一位远方来客，国。国家速滑馆是全球首个采用2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的场馆。这种技术比传统制冰方式能效提升20%以上，一年可节省约200万度电，制冰产生的碳排放更是趋近于零。国家速滑馆的制冰工艺非常复杂。 在制冰过程中，每一步都要严控误差，数值精确到毫米乃至微米。为了随时掌控冰面的厚度，马克有一个特别的工序——铺绳。粗细均匀的轻绳既可以防止水往外溢流，又可以准确衡量冰层的厚度。 制冰师在浇筑时，为了使冰面上的每一处水量达到一致，手部动作一定要快，脚下的步幅也要保持同步。国家速滑馆外围赛道冰面面积近6000平方米，制冰师们必须要在45分钟内浇完整个外圈。必须要用滑伞一层一层的来人工浇灌。 一次性浇水太多，冰容易产生裂缝，并且没有层次感。这样的浇筑，制冰师们至少要进行40到50次，才能使冰面达到冬奥会比赛要求的2.5公分厚度。冰面上细微的瑕疵，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致命的失误，甚至受伤。冰场里。 任意3平方米内的最大高度差不超过2毫米，因此制冰师们对冰面的追求，就好像在制造一面光滑的镜子。这个道是4米，所以说的话，它最少给压50公分。But if you look here, or you look down the line, that's where it is. It's good. 中国制冰师们和马克配合默契。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终极目标，打造出冬奥会历史上最环保的冰面。长达14天的制冰工作终于结束了。这一天，往北京的任务是试滑刚刚制好的冰。这个是咱们的运动员在内场需要穿冰刀的话，这也是他们的这个唯一的通道。 国家速滑馆将在2022年冬奥会中承办速度滑冰比赛，14块金牌将在此诞生。试冰是检验制冰水平高低的最好方法，王北星穿上了跟他征战多年的冰刀。王北星曾经是中国最顶尖的速滑选手之一，在21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多次获得世界冠军，3次征战冬奥会，被称为“冰上玉蛟龙”。 速度滑冰比赛，决胜在1/1000秒，冰面的平整度、软硬度、滑度等细微的数值差都会影响运动员的成绩。不同位置反复试滑，这块冰面质量如何，王北星已经有了答案。这冰面还是不错的，很平整，滑度也还蛮不错。验证这块冰的时候，我是特别的兴奋。 但当然，它后面会越来越好。Every Olympic Games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 buildings are always different. So every Games has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we need to learn. 未来冬奥会结束后，这里也可以根据需要快速转换成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等运动的专业赛场，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冰上中心。 王北星试冰的成功，意味着速滑馆的使用功能已经圆满实现。国家速滑馆的工程建设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李九林所负责的冬奥会赛事期间的工程保障工作将一直延续。开完会了，35岁到40岁是干鸟巢，50到53岁是干速滑馆。我们做土木工程的呢。 工程的平台是你实现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舞台，这个也是我们2022年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主场。鸟巢还是真是在职业生涯中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看鸟巢，可能您走过去，您就看到从这儿就过去了，但是我会想到，当时这个技术难点呢，是多么的难，怎么把它解决的。 对我来讲，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鸟巢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非线性建筑。在建造鸟巢的1800个日日夜夜里，李九林带领团队先后解决了数10项前所未有的世界级施工技术难题。工程的建设。 推动了中国高强度钢材的生产和应用，实现了从填补国内生产技术空白到与世界并跑的跨越。到家了，老婆。哎呀，太熟悉了。走。走。来亲亲爸爸吧，来。哎呀，你搂了爸爸不？哎呀，来爸爸脸上牵爸爸手。来，哎。 哦，回家喽，回家真好啊。那你就不想爸爸？那你。2021年春天。 宋家峰和刘天阳暂时结束了制冰工作，终于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家。我看看啊，这是加拿大那个叔叔送给你的小企鹅。哎呀，这雪是雪融融你说的。雪融融，这是天阳叔叔买的给你啊。没用，好了。晚上，宋家峰的家人为他补上了春节的团圆饭。来，妈辛苦了，来，媳妇辛苦了啊。 姑娘，你也辛苦了啊！你爸爸最辛苦，爸爸最辛苦，你还得有一个词。成立于1974年的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是全国15个国家综合培训基地之一，也是宋家峰和刘天阳的工作单位。希望各个参赛队伍能够在比赛中。 这里承办过很多届具有国际水平的高规格冰上赛事，被称作“冠军的摇篮”。杨洋、张红、王北星等一大批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过一段时间，宋家峰和刘天阳将再次告别家人和同事，回到北京为冬奥会做准备。 他们将在北京度过第2个春节。2021年9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李九龄和他所工作的北京城建集团也参加了这次展会。这是我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这些场馆的情况，我们有16项的冬奥工程。实际上我们。 也在思考也在总结我们将来未来工程建设技术的发展方向。在国家速滑馆建设工作进行的同时，其使用的高矾封闭锁已经应用于国内其他在建工程。如今，这些建筑新材料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香港新机场。 就是在我们现在速滑馆的装配式建造的基础上呢，又有一个大大的升级，所以呢，实际上这些技术呢，都是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的。Shall we go? Yes. Okay. 这天，应荷兰驻华大使的邀请，王北星出席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 荷兰冰上运动主题新闻发布会活动。Also, yes. Oh, that's great. Yeah. 荷兰被誉为速滑王国，冰上运动历史悠久，一直位列冬奥会奖牌榜的前10名。All the memories come back. When I started speed skating, I just fall in love right away. Speed skating is my love. I cannot stop. 活动上，王北星收获了一个惊喜。荷兰速滑名将凯维尔拜是王北星的老朋友，他曾获得过5枚奥运金牌，即将出战北京冬奥会。Ik heb gehoord dat Beeksing Wang aanwezig is. Ik heb je voor het laatst gezien in Harbin tijdens het WK Sprint. Ik wil heel graag succes wensen in je nieuwe functie als sportmanager van het Beijing Olympic Comité. En ja. 是我同时期的这个参赛选手，就是他们还在冰上坚持着这个梦想，你就觉得哦，好像你的梦想也随着这些老运动员一块儿可以在这个赛场上实现一样。 冬奥会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就是冬奥情节嘛。你和他的感情，或者说你和速度滑冰的感情，就是热爱，然后像亲人一样的热爱。对，嗯，这种爱是超越一切的。对。7岁开始滑冰，作为运动员参加了3届冬奥会比赛。 第4届以技术官员的身份参加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将是王北星的第5届奥运会。2022，相约北京。预祝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祝贺北京成为双奥城市。